告诉你个秘密哦。什么？小琪老师啊，最近的点心都重复了哎。对，我要回去跟他讲这件事。班长，你怎么了？我，你肚子痛吗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善欲来，风满楼，江风雨火最臭。你们看我 party 要穿的衣服，干嘛啦？